我想有一个现象可以反映，也就是如果你现在到伦敦来的话，你搭乘这个交通大众交通工具，不管是地铁也好，公交车也好，你会发现白人是非常少的。嗯，甚至于你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但是你就是听不到英文，你听不到 English， 你会听到很多必须要去猜测那是什么语言的语言。所以从这个上面看来，你可以知道确实是它是一个变化很快速的一个社会。